媳妇儿，啊，这一点猪肉65块钱。你咋出去买啥都比我贵啊？今天吃啥？今天晚上给你跟彤彤做个酸汤水饺，再加一个麻辣拌。加一块火锅料，再来带你一碗。再加点水，加喜欢的菜，再加点油麦菜，还有金针菇，再来一块泡面。你把饺子馅做一下，我擀点饺子皮儿。又不是原始人，还要手做。你看这颗粒感刚刚好。不错啊。把馅炒一下，加一勺盐，一勺花椒粉，来点十三香，再来点生抽，一点熟油，再来一个土鸡蛋。饺子包好了，下饺子了。郭欣彤，你在干嘛？写字。我看。哎呀，走呗，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，走去看看，走。老婆。你多吃一点，等我再下好不好？好。看什么？饺子。都是最爱吃的啊。来，这样回吃啊。妈吃饺子了。彤彤就把吃完了呀。我还没吃的，外来两个了。我给你加点菜，你再吃点菜啊，彤彤。嗯。喝点汤。要吃三个饺子，来吃230-300。比外面饺子馆好好吃。那我要啥？我别摊了。这个可以用。再来一点芝麻酱。吃完饺子，吃麻辣烫。我也没吃过麻辣烫，香。方便面还是油泼面？太放心了。爽。这挺爽的呀。我比你吃的多，我吃了21个，你才吃了15个。我吃完了，我还要吃一碗。麻辣烫吃光盘了，哈哈。